回家了。这个在马上就望着老娃，老娃对他说话不懂，说的什么话，话是蛮多。娃呀，回来了，你可晓得你家哥哥被人害嫂子也就被人捡了啊，这回了啊，这么喜欢的无声不动，影响就王子当其时是没得钟表，我说的宋朝的书，什么时间喝的四个后街慢慢打的十里路都上来了，他还这个王子。哎，罗弟啊，这不是都头吗？啊啊啊，这个望什么东西？望春景啊，今天嘿嘿，江浙吹我们的都有啊，你当当当当当当当，望见四个人上来了。都头，嗯，你们来了，来来来来，嘿嘿，你不走吗？走了。乌鸦，乌鸦，乌鸦，乌鸦啥过来？飞了，飞出去了，怎么嘞？就走嘞。他好像对咱讲话，那个乌鸦往里讲话啊。这个乌鸦讲话别个还沉静的，这是什么话个？他好像说咱咱家不安做话说的，这些都是念念经的。这是乌鸦叫啥子啊，一呱呱又呼了，像西厢房那个叫啥子还有戏呢。我有几句话个，你那个疑心就不得了，哪几句恰巧非为戏，亚明何见笑，人间何妨事，岂在撩营中。走吧，说着这个手贴在马屁股上，弄个把子，这个马是练马的，给他一打个马老的一话，走走走，你倒着上，单方回，单方的回，影响的马下两个又是个披头士里，走不掉了。回来今天两路过路过路，说完头，那就在路旁一个营房。里头呢有一群人，十个这地方呢，这是抓抓小窝嘴拉拉屎，门口有两杆红旗，甚至风吹飘飘。那小绿洲一个少年网友就在旁边山涧上这块雪皮一望，望见大路上滚一滚路的洞，这是哪一个？这个马个口角五百银飞，望见杀回去蒙古上头都看不清人，望啊望的哈。吴双武回来了没？哎呦，这是里头快个，老头住在里头汪汪，呸！你小伙没出息，出啥？我怎么大的岁数了？你喊我，你岁数喊我，这话说的，我怎么能跟你干老呢？又说了一个人回来了，哪一个？吴双武啊，不拍啊！要叫立新公司每年都能去了，说说说五六位面和七月之半月今世再试一步，你不相信的大路上哦，我来挖开诸位兄弟，无双无碍一到了，出来迎接孩子就是来了，跪十个人站起来了。无双做什么过？不做过，别说不做过，就做过也不迎接一个文武过去不同少，这是武的，你是文的，这就平常的感情交情。所以大家一个一个的跪，拍起个扁头就一阵，如果忘记骂了，大家一个一个上手在边，恭喜歪，恭喜不住他，恭喜歪呀，恭喜什么道理？衙门的规矩多呢，初一十五恭喜，就双方之喜，恭喜老一高升，恭喜。而且还一个呢，他们也在家过年，今年才第一次看到，也要恭喜贺年。包括拜年都按照四一步，四一步和拜年，古句话呢，有心拜年，寒食不迟，所以个个的个这个恭喜。武松一望，眉头啊一皱，并不愿意什么道理，你们别耽误巴不多这样子回去看到野哥哥，这个心都就放心了，就过去。不行，自打是个仇人，怎么样的马勒祖咔哩咔咔咔咔咔咔，马勒祖个武松在马上往往十个，我要回他们一句十句，我时间要抓紧，怎么办呢？哎，武松聪明人，一句话就可以过去了。怎么样过去了？他把双手这柄由头一个一直顶到第十个，
眼睛望到了，回去诸位同喜，就过去了。哈哈哈哈，徒弟，你老亲了辛苦了，我的辛苦，你们个好吧？穷人无罪就是福啊！他们老行福，我们呢草草平原。我动问一声，徒弟是不是？咱是一战可好吧？你老问家里啊，你老夫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啥个一九个都很好，就是那个小伙水水的。学兵的这个他很好，与众不同，好，好，哎，啊不好，嗯，我说你那好就好，怎么好不好的？这个小伙就准备说了，老头子就把他衣服一叠，屁，嗯，做啥？小伙把那碗，别进，一进了半个就他怂了，一路玩鬼，不喜不报应，他回去说着，你不要啰嗦，这个什么意思呢？因为五虎的奸情命言，他的哥哥被人害死，哥哥晓得，人不敢说。这个小伙呢，就准备那个告诉他个武松王王怎么着？你男的哈，半年好，小伙你说说，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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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秃头，像我兄弟，行子的扛木头，这里是可以一根长捅到地下，不得完还。他们这些人告诉你心里有话不作为数，兄弟怎么样好而不好，我来前两天我就进城，我就路过紫砂街，走到政府门口经过，看见政府的大门不知呼起来了，三条贴出来了，吴总听听，大概是我的锁着死了，因为我的锁着不好，死得好，什么老的去年见了个哥哥侄子，哥哥不在家，你看他第五两调戏我，那个人死得好，但非是咱大嫂去世了，哎，我俩还以为是你家邻嫂的，后来我就问了个人，还不是你，是吴大老的，是你家哥哥，什么？是咱的大可怜，听到说哥哥死个。大哥，这个大一截啊，秦发起把头了，背过了，大哈、啊，就这个骂人，朝我关了，这个人多了，唱唱唱唱说的，唱说的，唱说的，哎呦，小辉说呢，说了，我们玩玩心，贵跟你跟厂子通到底下啊，行子扛不住，过去了吧？老弟，你别往我喊，你弄铁什么东西了？我打死他的。你跟的是什么东西？小伙子都走，你一头的树头了，就跟什么东西？快把我哎，把他的腿绑起来，追不住，把他鼻子扎住，放门抵住啊！快给我绑了屋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呢？秦庄气不透了。你把他鼻子扎追住，放门在地，两条腿这一盘，他秦庄气一过来个一抖就过来了。你如今在这个鼻子把这嘴巴五分门把地上的开启的一个不放屁马上就走起，所以这个他们动不是又说看人种，看人种不是的，我过去现在那个夫妻不刚上，现在夫妻都是自己天灵眼的，不晓赌眼的，这个早上小晚上小见了面就小，故作是的一个碰哈子鬼鬼是脸的一个就蹦起来，一蹦他性子说一蹦蹦了鼓起来，旁边的人一望，和家里人一望，八大名了，三两六斤嘛，七姑娘的，八姑太的，小伙老子去过去了，赶快的个来看人种是，说过去五百这个干嘛？带他看人种，人种就是个孙子呢，把这个看得稀沙沙的，这个小伙，过来了，可是看人种不是的，就是我讲在交代的个要无罪，别指责出。假使要古人看人种过来，有个把小伙就不能打起了，那个犯罪，又不得人种来，说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来，一开功夫了，就四个伙计上来了，一问才晓得，武松呢一开功，那大哥呢？都头，都头，都头，你老保重啊！来来来，来来，把他抄上去。喂，这厉害，人多啊，就把武松抄，马上再抄。英雄上了马，把阿猫一搂一整，可怜他是嚎啕痛
悟空，对不起兄弟，往哪一个就望住那个啊，出小兵小这个小伙一望，哎呦我的妈妈，都头你过来了，我啥都喝出来了，你把过来一个个眼光都翻住，乖乖一麻将已经把我补了疼啊，吃喝个了去，哎，你过来就说了，你拉走吧，对不起，你别，你老亲吧，再见，你老亲，哎那个。哈喽哈喽，就是马的铃在响，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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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在马上把稳了，这空，他这个一空啊，在这个城外不行了，你说进了城了，街上有人了，英雄不稳了，哎呀，老弟，嘿，这去走路的，六，吴双武啊又回来了，快回来了呗，快回来了，怎么快回来了？我说的嘞。大概这张车子个哭了，没了请到钱哭好了，我这地方利息，他也不是小孩子，请不到钱哭的，这是晓得哥哥死了，还没得晓得哥哥怎么挨过那么挨，晓得哥哥被人害死了，还要哭，不啰嗦，来了，妈来了，不啰嗦，人哥哥晓得不敢啰嗦，如果武松不晓得，骂过去了，那些马将将顶到这十字街，这个十字街。那就旁边有一个拎来空篮子个，就从肩头上一背，背了个小西西的。这个小孩子身上的衣服穿的很坏的，但是打了补丁，一望望见武松到了，一位，武松万一回来了，快回来了。哎，这是晓得哥哥死了，还不晓得哥哥怎么干，我那么干，晓得那么干怎么干，还请我乔大爷来，当，究竟哪一个？我下文当一脚的武松不晓得，英雄这个马又过去了，穿过十字街，顶到十字桥，万顺酒坊门口，那小立的出来个老头子，60万岁。手上拎着个酒柱子，湿晶晶，右手拿了个金戒指。人家说一天三顿酒，他要一天五顿酒，800多个从酒店都供在快活里，还要喝喝酒，所以跟那个万顺酒坊供金戒指，一年三节算账，拎着湿晶晶，看到就把金戒拿出，跟他很老实，一看就是忠厚老实的样子。头上的个一把爪帽子，身上是连不大伞，不黑，将将走到门外，那个呢，那个，武松骂到了，哎呀，这个老头子一望，哈哈，他就这么把手上的酒肚子砰当，哐，就呼他了，呼，手上的警戒撩他，当。掉脸就走，来个下文当右脚的武松不晓得，影响马过去是顶到衙门了，路远的衙门头呢，呼机一望，嘿，老弟，都头回来了，小伙伴拍个死一半了，走呢，嘿，回来了，来，快回来了，这是小大哥哥死了，别啰嗦，接马，望见个跳出来连三个，把他的马接住了，那个，打了几个圈子，猪头，他回来了。英雄下马，这个马有人牵到后头，沿山前下塞胡草了。望见英雄到了里面，在边房上还一坐，四个伙计上来了。老爷客在家，在家里。今天我这是正住在书房。好，武松可怜心的难受。家里人去世，变丧事，电视我是滚上能滚才不由己，还见老爷学才，把哥哥眼泪开开，见老爷不能哭的，望见大哥就把包裹拿过来，这个是公事包裹，你们这个四个兄弟在这等我就是了，跟他到赌城四户去，在旁边坐了细细的弄茶吃吃，不能嘿包子多嘞，弄包吃喝子，我吃不下去了。英雄就把包裹在领，就朝里进了。进头门才用到本大堂，落入个错案堂，直奔书房。老爷在里头，杨国兴老爷姓史，
叫施文奎，施大老爷，今年40岁，一部清女婿。40岁了也虎子啊，我说的宋氏啊，这故居以许为美，没长虎子就娶不到妈妈，就有虎子，男子不得虎子，不得那个姑娘骂他的，所以说这虎须吓得畏畏畏，两个不好弄这个油太太，没得是虎手都有素手的。来这个地方，没得是个光看闲手，这个人不错。虽不是清如水，明如镜，倒是两袖清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弄两个钱，他还不顺得。他正看着吴松上来，把公事包裹朝他这一方打了枪前。打了，下了吴松见大佬有礼，老爷听到把书朝他这一方这一望，我呀，哈哈哈哈哈哈，笑什么道理？才4.5了，不怪老爷欢喜。往常700来元，现在4.5路费剩多少啊？这个事情就是我的事，省的路费钱，省的我的。因为每年要给他的上台大人，上台大人是我的老文士，每年要给他一个个多多少少的孝敬，没得就不行了。啊，这个人便是认真，所以老爷好欢喜。武松，你也回来了。下人回来了，公正是个文个有的公事在里面。好，老大人可以回说，哎，在里面。一旁边当时把个包裹打开一望，望见属性地把老爷，老爷拿过来一望，不错，苏家父亲的地别，这个在外头不变天假行，手这天就朝绣龙种一方，那个绣大了不是像我手上，大家看到唱戏的吐到地下，鬼谷这个里头能够憋到几十斤都可以死了，所以他说绣龙种一方。随后再看，有人就把公事拿过来，把个风头挑开，狼儿的说，那些王祖王祖落以良席为动，王祖王祖面带笑容，看住看住，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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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笑的什么道理？不怪他笑，平常的公事呢，到了回头。例行没得客气话，你说今时不同了，今时上的点动的这个要紧的话，我说其他不言什么话呢，早在京东，迟在明年，必定高升调缺。如果你能够提到过个高升，哪个不欢喜的？所以老爷大人欢喜，把公事找旁边这一方。武松大人，你这趟差事去了新坡了，休息3天，3天之后来当差，本县要好差调戏鱼儿。诸位听听，在官场中上级能够给你这个话，拿钱都没不动。隔壁吴松就磕头谢谢了，没有英雄朝后这一疼，可怜止不住眼泪咕咕的。这话一归到了，小人请假。老爷不笑了，老爷这个误会了，老爷把个吴松往往，哎呀，吴松，所以你们这些人呢，小人，我管你当年的作物，我吃了苦嘞，休息3天，没说所以就没说无理去的，吃不饱嘞，我还有活在调戏你，你要凭良心的，一个大误回来，你从当出兵都头，本县给你多少美财，你横弄了一些钱，哦，你现在吃了苦了，请假不干了。不干嘛嘞，两天的人多，三天下马少，所以他误会了，误会就念朝了一遍，他这一声很叫望州武松。